二十四天，就应该是吧？哎，今天是二十四吗？不知23哦哦好，今天是倒数23天，嗯。然后我现在来开我昨天跟你们讲的营队的每个月的例会，对，是我的朋友们，耶、yeah. yeah. ，吃饭喽。嗨嗨嗨！你会说嗨说嗨？你们都有看就对了，现在都知道就对了。干没有我？你要是不是？可以啊可以啊！嗨嗨嗨！我会剪进去哦，会剪进去，真的会剪。我会把你剪掉。你可以跟大家说好不好喝？还是你还没喝？我还没喝啊，它是新口味哦。那你喝了之后再跟你讲。这你就不会啦。我现在超热的，我刚刚教完了我的早操，对，真的超热的。我觉得自己早操编的有点太动感，就是跳完会很累的那种。我刚刚吃完母亲节蛋糕，然后我要来唱歌。这位有出现过，等下会出现一位没有出现过的，但他是我国中同学，嗯，这位也是国中同学啦，还有国小同学，还有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，可是也是同学吧，算是的。好啦，可以。我朋友出现了，这是他6点整，对，6点整准时，所谓准时，但他不想要露脸。管理太差了，没关系了，就这样，对，好，第三个人。越害怕我爱你，末日前夕，请留在我怀里。
餐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卸妆跟洗澡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准备睡觉的状态了。其实还蛮多人留腻你的，但是真的有一些我很傻眼的问题，比如说怎么买演唱会的票，应该说买演唱会的票怎么选位置，怎么学开车，就是很多很有创意的问题啦，我也是觉得蛮特别的。但是有很多很用心的留言我也都有看到，很快乐。对，那今天是倒数23天，明天是22天嘛。对，其实这几天都过得很 chill 啦，就是没干嘛。那我们明天见啦。事情就是怎么办。